1983年，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走进千家万户，春晚由此诞生。鲜为人知的是，中央电视台在1983年也举办了戏曲联欢会。今天的典藏就为您打开这段尘封已久的记忆。下面请中国京剧院四团的吴玉章为大家表演节目。我给大家唱一段《狄龙案》。
一段吧，我准备唱一段余派名句《战太平》。荀慧生先生的夫人啊，张伟君，还有啊童芷苓、荀令来、宋长荣呢，都出席了今天的联欢会。荀先生生前呢，有一出很红的戏叫《红娘》，而这三位演员呢，
也都是以演红娘而出名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请这三位红娘啊出场和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参加这个会，我非常的高兴，真正体现了是这个百花齐放。今天参加的都是各个剧种的，都是各个流派的都有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今天呢，叫我来介绍一下呢，这个童芷苓呢，是这个跟这个为了参加这个庆祝联欢会呀、啊，特跟上海赶来的。他是荀慧生啊早年收的学生。那么这个谁呢？这个宋昌荣呢，是荀慧生的晚年收的学生，也是一演红娘，简直演了二三百场了，那都是很受群众欢迎的。这次跟天津也特意赶来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还有我的女儿荀令来。现在我给大家演唱一段，就是那个红娘的佳期颂。
段红娘那个琴心一段。